浴巾拿掉。有一次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好，我是易凯，那我是就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体育系，今年四年级。不要一直笑，你的体育就是都在学什么？我的专长是游泳，那如果说学的话，就是各个体育项目都会学到。你看身高186公分，星座呢？星座射手。血型呢？我是 O 型。身家调查，身家 O 型。O 型，射手座 O 型，身高186。你要问那个吗？那我问你哦。你确定你知道我要问什么？你要问吗？你先问，你先问啊。你还有女朋友吗？哦、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单身。对，单身。那你可能比较有好感类型的女生会是有哪些条件？那你刚才笑那么久在干嘛？没有，我想问你懂不懂？结果你懂，你懂。清纯可爱的样子，相处起来合适，然后看起来舒服就行了。哦，看来我们两个都是可以，都是可以的。哎、欸，你会游泳吗？你不会啊？一点点。如果会跟你一起运动女生会比较加分吗？会啊会啊，当然会，可以做喜欢的事情。开玩笑，你会是不是？我会一些游泳啊，我也有游泳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哎、欸，那你呢？以后会，以后会，好吗？以后会，以后会。我会教你。哎、欸，你手上拿的铅笔，这是要干嘛的？运动环节了。你给观众看。好吧，没有，我觉得徐总的应该。壁咚。壁咚太大，壁咚我。我想吞他鼻孔那个啦，别吵啊，换你啊，我看你是什么。哦、什么、啊？我应该要减肥一下的，哇塞！是不是觉得有点困难？这个？哎、欸，什么困难？放不下去。不会啊，应该很轻，看起来很轻。我先，你先吗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没有，真的你先。剪刀石头布啦，剪刀石头。哎、欸，你要先帮他把浴巾拿掉。哦，不要一直笑。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你要关心一下，关心一下那个。哇，好了吗？好了吧？好了啦。哇塞！哈哈哈公主抱可以有这种奇效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。对，有医疗作用。哇！我想要壁咚者啊。壁咚。就是。等一下会攸关他要选择谁跟他一起拍我们的情侣大片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白衬衫的私生活，是是，这个 title 有点。我白衬衫，我觉得他刚走来路上跟我说，还是我对穿白衬衫的男生没有抵抗力。还是魔力前辈，我都不敢看他。他刚刚在那边说，扣子可以不要剪那么低吗？你管我，哎，你扣子不要扣了。我想跟你一起拍照。你想跟我一起拍照？嗯。原因呢？你选我再给你。好烂哦！蛮丑。哎，哪有啊？就是我很想跟你拍照，而且我觉得你这个领子有点歪掉，让你用吧。觉得你穿白衬衫很好看，所以你要选我。好。
可以考虑一下，可以考虑一下。我比较真诚吗？介绍一下他现在女朋友。对啊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没办法知道我喜欢男生是怎样个性，我没有。对对对。那现在是我们男嘉宾的选择环节，请帮我站在你哦，我想一起拍照的女生后面，可以选择了。是在徐总那边哎，是我吗？是我哦，三二一，哎，他飘掉了，他眼镜飘掉了。可是他讲清纯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今天会选徐总哎。哎，那如果你没听到母胎单身的话，你会选谁？真的很不一定，如果没有听到母胎单身的话，很难选。哎，你不要围剿，上扬止不住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所以徐总没有失败过，你知道我第一集的滋味了吗？好讨厌，真的蛮讨厌。真的是，我很期待今天老师讲，因为我就是还是很烦。我想说，今天不要走清纯路线了，改走一下，就是比较有个性，有点成熟。对，魅力。今天妆比较就浓一点，这样结果哦。期待你们等一下来好看的照片。谢谢我们今天的男嘉宾，他辛苦他跟我们拍一天。大家大家尊重我，谢谢。You'd break